王子，你今天有没有听说，就是你的那个同门的那个天涯的新闻？我没有太清楚哎、欸，对，没有太清楚。就说，好像说就是把他本来要的代言活动，然后就转给你。对，我不太清楚哎、欸，那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吧？对啊。今天早上是炎亚纶有在脸书讲这件事情，因为之前不是有说身份证被盗用啊什么的，然后后来查出来好像发现是柠檬去把他的身份证给拿出去了这样子。是哦，我还不了解整个情况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。所以这类的证件被盗用事情，你自己是保管的蛮好的。其实我们都交给公司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公司会以很好的方式去处理啦。两百张，比较不会担心这方面，就是可能证件外流啊，或是被盗用的部分。那我就要看一下我证件照好不好看，应该还 OK 啦。你证件照不都沙龙照吗？就平常跟亚纶相处起来是都就是，就他没有跟你讲过抱怨过还是什么这样之类的事？没有啊，我们都很 OK 的正常的朋友这样子，感情还不错就对啊对啊。对啊对啊刚刚你要圣诞节计划，你有没有打算办一个大型的派对啊？邀粉丝一起来玩一下，共度的圣诞节。那我们就感谢苹果日报赞助。没有，没意思。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回馈给大家，也在跟公司讨论。嗯，那因为很感谢大家这么支持我。